And I gotta say, I'm a huge fan of Catalan's work, as I admire his mischievous yet dark sense of humor. Now to another form of art that's slightly more traditional and grounded. Mineral pigment painting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China, evidenced by Xinjiang's Qiuqi grottos and the Dunhuang murals in Gansu. Young Chinese artist Lian Yang is bringing it back by combining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techniques to create paintings that cater to a younger audience. The Guimet Museum in France is displaying one of her works. Let's take a look.我是连阳，四川人，现在主要在做颜彩艺术的复兴还有推广。颜彩是我们中国唐宋以前主要的绘画形式，是把矿物磨成粉末，调胶，绘制在专门的媒介上面。其实看到颜彩作品，大家最大的感觉就是直接看到了我们的东方，它的色彩、它的那种韵味，还有它的神秘感，一眼看过去就是东方的感觉。 中国颜彩艺术的圈子里，我觉得我算第一梯队吧。早期像大家也知道，连阳是画 CG 和插画很多，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电脑越来越强，所以我要找一个纯手绘的东西，而且它很难被电脑替代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颜彩，然后我去看了一些秋瓷壁画、敦煌壁画，还有很多那种传统的艺术。 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是我要的，所以我决定认真来学习它，研究它。就是像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颜彩颜料，下面是它的矿石，像这个就是雄黄，打出来是这样子的。那像自然界中最艳丽的，那像这种青金石，打出来是这种。 很高雅的紫蓝色，敦煌壁画里面用的特别多。大家看颜彩，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立体作品，一个浅浮雕的作品去理解。颜彩呢，它是叠加的颜色，叠的层次不一样，效果都是不一样。利用了两种矿石，它们的密度不一样，但有可能上面那一层会炸开。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无可判断、不可控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颜彩画就是它最大的魅力。 而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一个光，从上面走起来，就相当于大家进到敦煌壁画的洞窟一样。光线到哪里，它就是不灵不灵的，很漂亮的样子。我喜欢画的，比如说龙啊、小仙啊，各种酒神花神。骨子里就是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某一块领域的东西。之前呢，就是自己臆想一个人物造型去画它，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汉服模特或者是这种传统文化传播的一些年轻人，哎，我觉得我直接把你的形象搬到画里边。艺术创作，我们要多去探索，而且就要画年轻人当下最喜欢的那种脸庞。 然后创作出来，而且是颜彩重，又古老又很当代的形式。国潮的复兴也是让颜彩一下沉上一个大浪，往上飞起来了。这个时代，一个传统的艺术，它有太多的复活的方式和展现形式，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是一个春节的礼盒套装，上面是一个小仙骑着老虎。 因为要把老虎画得很可爱，可以放在家里，当时还设计了好几款，把颜彩画印到金箔上，那这样呢，年轻人也可以把它拿在身边，又很好看。当时有一个游戏来找到我，说：“梁老师，你能不能用敦煌壁画画出我们的角色？”我们用两三个月磨合出来了两张作品，那个作品一出来就惊艳大家了。
这是18年的项目，到现在还是各大游戏公司海报的一个标准，要画这个风格，要画这个风格。收藏我作品的人，很多人想象不到，他全是90后、95后。我们未来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颜彩的创作还有收藏当中。年轻人他有时候学习艺术，他不受任何约束的，我就是喜欢，我要来创作。这样艺术它才会有活力，而不是变成一个条条框框。更多的人加入了创作，更多的人加入了收藏，这个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而不是自娱自乐。